来，大家好，这一周的热血上菜是大家睽违了两周，其实不是大家睽违两周了，是我自己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中间又出国，然后上礼拜又刚好是端午节，所以呢，端午节我们做很多家里面的料理，我就没有再特别上菜，因为大家都要忙嘛。那其实今天我们希望把之前的一些没有用完的材料稍微做个整理，所以刚才冰箱里面翻出来了，我有翻到葱，所以看到葱呢，我就很直觉就开始把它切成一段一段，我想那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，因为切成一段段你会比较好利用，就算你需要的是葱花也可以在最后再重新切一遍，所以葱放在这边，我们葱切好以后呢，该又翻到青椒、豆干，所以二话不说，今天我决定要做一道青椒青葱炒豆干，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蠢，可是实际上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因为老实说，砧板感觉上我们应该换砧板的，讲了很多周都没用，所以呢，决定这一次呢用这一面，用完以后就把砧板换掉。有人没外国位啊？哎，来帮厨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呢、啊？我要打个招呼啊。没人吗？房间有啦，17个。不是、啊，我要知道有谁，我才能打招呼啊。华华、江省、王远腾、华妹、远腾、江省上工了，做点菜来吃一下吧。江省，你上次的教我们的那一道马来菜有没有？迪卡丑，我回来真的有做，然后连叔叔皮糖都说味道不错，味道有出来。可是呢，我大概怕说太酸，所以我的糖稍微多了一点。那今天原本要做迪卡丑，可是时间太晚来不及，所以迪卡丑我决定排在下周再教大家做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先把我们冰箱里面可以清出来的东西先整理。华华说：“你穿这样不会太热吗？”华华，足够英雄心体虚，你捌听过了？你看我去用照顾了多好，会惊寒。好，各位别忘了，洋葱还是要把洋葱的籽呢稍微处理一下。照理说，以前我是会把它连着吃的，因为吃起来的口感巴哩巴哩也还不错。不要笑那个发音，真的是这样，吃起来的巴哩巴哩。好，水甩干，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青椒做一个简单的处理。那刚才有提到，其实是应该换砧板，因为砧板这已经凹一个洞，不然换一个没这样好。Oh yeah！你知道一个礼拜没做菜，整个那种刀锋都擦掉了。各位拿刀还是要小心的，每一次我都会提醒各位用刀你的一些小诀窍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所以我们就尽快切一切，弄一弄，该炒就炒。然后原本是要做低卡丑，江省原本要做低卡丑的那一块山掌呢，我留下来，但是今天来不及做低卡丑，所以我要做另外一个可以开心吃，然后我相信大家也会喜爱的。我们先把那些菜类切好以后，现在先切生肉，这块就不用，因为山掌太大块，所以我打算把它切对半。因为等一下这块山掌会先接受简单的腌制跟油炸。各位，山掌这么厚，刚刚好，因为等一下我会稍微煎一下，然后呢再用烤。可是，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做一件事情，我要提来。碎，这个肉脏，抱歉，要洗一洗，这要先清。调理食物还是不要忘了应有的干净，还有生食熟食的调理过程，别忘了把砧板洗一洗，这是一个基础。花花不是故意，我要穿那个很厚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最近这种天气吼，动不动就什么落雨。各位想一下，今年的天气状态是不是很糟？今年天气状态到现在已经六月了，什么端午节都过了，还冷到凉到一个爆炸，不能说冷啊。然后盐巴、味精、帮厨胡椒粉在哪里？面。来对。酱酱。意大利好了，意大利香料买的。那不是胡椒粉。好。酌量的盐巴，看它迫不及待已经跳出来了。好，非常好。酌量的什么？鸡汤粉。现在没人在用匕首啊。OK。
然后呢，酌量的胡椒粉。太好了，我们没有米酒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怎么换楼啊？各位上去以后，别忘了一件事情，给予这个有没有？有看过食神吧？有没有手这样搓，然后还要扭？那太夸张了。我们尽量把这个味道呢稍微揉一下，让它味道能渗入我们这个三张坝里面。照理说应该放点酒，什么高粱？还没开的吗？我金门当兵回来的吗？那不要开了，那各位。86年的金门高粱白金龙，我在金门当面的时候带回来的，那个舍不得开，那个有可能开的就是我儿子结婚那一天的，哭来打一个柠檬送，在那之前就省下来，因为我之前带了不少酒回来，大概带了应该一箱还两箱吧，呵呵，你知道一回来就打一柠檬完了。好，捏捏，那如果有料酒的话更好，可是因为怎么会没有米酒呢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你可以跟我讲。这就是我的问题，做一个厨师怎么可以让自己没有米酒？这样怎么换楼？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还是要换楼，说发就发，不说发就发，一定要发炉让大家忘，不要忘记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肉呢稍微捏捏以后呢，在我们高粱还没找到的前夕，剩下味道可以，很棒。你要把这肉捏得稍微让它味道进去，等一下我们再把表皮煎一下以后会送进烤箱去烤。这样子有一个好处，可以把油逼出来，比较不会那么油。然后我希望把它烤得稍微有点干，然后切成薄片，这样配起来，加一点青葱下去吃，很棒，爽口。在这时候呢，好，太棒了，帮厨，不要只听音乐啊，帮厨 ，Buddy， 我儿子现在就趴在那边听你的外婆弯了，来，帮厨请就位。好，这位是我们，阿郎。这边呢、啊，这位是我们的帮厨黄余哲，外号黄老哲啊。锅子呢？平底锅在那边、啊，你要过去帮我拿，不能什么都叫我来、啊。好，老方法，我还是很爱用平底锅调理，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家里面吃饭的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人，三个人，所以呢，那用平底锅，干单柱、干单叉，然后因为。刚才说我们还有红萝卜，所以红萝卜也准备了一块，这都已经洗过皮也刷过了。然后依照我调理食物的习惯，正常来讲，如果你是条状的，我就条状；如果是片状，我就片状；如果是块状，我就块状。因为这样让整个食材看起来的样子会比较不会太突兀，不会那种奇奇怪怪的形状一大堆。好，我们先把红萝卜简单切片以后呢，开始就要做一件事情，因为东西是条状。所以我们就尽量切成大条状，等下在炒的时候呢，整个起来的形状会比较漂亮，完美，不用太多，这就放上去。帮主，赶快继续点歌啊！巴蒂的歌没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不要忘记了巴蒂，持续创作。高粱吗？玫瑰露。哇塞，玫瑰露。我两位，好，玫瑰露等一下也可以搞露露。哦，抱歉，要先给点油。咱们的油呢？不用多，一点点就好。常说哈，平底锅不用多。太棒了，我们锅子已经热了，我可以闻到热锅的味道。热锅有个好处，就是我们做了这些调理食材的动作的时候，当你东西下去，调味料下去，热锅会让这些味道多了一个锅气。听听看。欧爷，超棒！这声音听起来就是棒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两道菜，边弄边调理。这边呢，我们把肉稍微所有的面都煎一下。哇，那个香味真的很棒。刚才我太太问我说，要不要放一些香料，比如说意大利的那些什么迷迭香还是什么香，我说不用。我们用最简单、最台式的做法，干单的好加一点，只要食材新鲜，简单就好吃。今天我们二号的这个帮主要帮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到时候要来由他来负责把这个肉呢稍微做一个整理，然后送进哪里？送进我们的烤炉。各位觉得哇塞，下面也太豪华，有烤炉？抱歉，那就一般烤面包的烤炉而已。
没有办法到多高温，所以在这边我要先稍微处理一下。帮厨，我巴蒂的新歌嘞啦，帮厨。我要听中分头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这边边煎蒜头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青葱、青椒炒豆干，完全不放肉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，我就说过我最喜欢，每次都要讲一遍，我最喜欢的就是 Ken 汤。所以你要很多蒜头啦，可是基本上蒜头就够香了，所以不用姜，不用姜，哇，太棒了，一次清干净，完美。这小小块你就稍微把它再剁一下，因为你先压了它就整个碎了，很棒，放在旁边等一下 Ken 汤用。然后呢，很多人我说为什么不放一点肉比较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肉，为什么？因为另外一锅那边在煮的是什么肉骨茶。好，我刚才说还没煮，为什么还没煮？因为我霸占着锅子。好，对，两条都，那个杏鲍菇两条我都用掉。那个肉骨茶的。对啊，两条都用。那个先不要放，放烧水。没有，我切起来喜欢切起来而已啊。好，因为我喜欢吃有口感的，所以我把它切块状。很多人喜欢把杏鲍菇切成片状，假装是鲍鱼。然后我常常就在想说，杏鲍菇就鲍菇，杏鲍菇为什么要什么假装鲍鱼还是什么？尤其是我曾经吃很多素菜，既然是素菜，就不要有什么蒟蒻、生鱼片什么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，素菜就用素菜的方式调理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简单的王道。拍摄好，也许会得罪人，但是我说的是实话。好，完美，杏鲍菇也搞定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这边火可以再稍微大一点。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先煎？我举一个很多厨师最喜欢讲的，先把它表面煎的金黄，把它的肉汁锁在什么肉里面？对，虽然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锁啦，拍谁哦？咱讲的是主席都无啥爱乱讲的吼，放厨，你不能当个帮厨老是忍不住，那个木的勺子呢？木的瓢呢？我们刚才那个玫瑰露那个香味真的很棒，我那一闻整个哇，那个香味太棒了。帮厨二号，等一下记得哦，玫瑰露我要哦。我们炒菜的时候拿玫瑰露，哇，然后好棒。等一下有猪油可以炒菜，因为我们在煎这个三三八的时候，它逼出很多油，这油简直是太棒了。那个皮，我会建议各位一定要稍微像这样子，稍微煎一下，然后再去烤。你煎过再烤以后啊，那个皮会变得酥脆，每周轮播拍播哎。我想这就是不敢吃皮的人最好的一个机会，你用这种方式来尝品尝这个皮的味道，非常棒。然后不要忘了，一块肉有几个面，上下左右前后这几个面通通要稍微煎一下，让它有点金黄金黄，甜皮甜皮，再进去烤。然后因为你刚才已经有用佐料先简单的腌过了，所以呢切成片状上来吃，保证赞。然后别忘了大青葱。当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炒，你不能每次什么都炒啊，总要有点不一样的花样吧，不然总有一天我的帮厨两位会弃我而去，结果都没有新意。所以你就要想一些奇奇怪怪的菜色，有趣的菜色，让大家觉得好玩。哇塞，超棒！像我这种三比八爱食肥肉，拄好好尔，你有了解无？我赞嘞！对，就像这样，用这个稍微帮忙一下，你看金黄色有没有？有闻到那个香味了吧？拍谁？忘了开抽油烟机。华妹，还没有在线上，华妹，你台中的厨房准备好了没？换我来去那边稍微垫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一块比较瘦肉的部分是我们帮厨二号的最爱，他每次都怕吃太油。好，已经差不多了哈，已经越煎越有样子了。我们这样煎，其实基本上这一块肉已经有七分，六分到七分熟。那最后的熟成的部分就是送到烤箱里面去处理。所以各位可以看，我一直在帮它翻面。哇塞，超棒！整个等一下你现在看起来会很油，没错。可是到时候进了烤箱，整个油会用烤的逼出来，吃起来就会比较爽口。
我喜欢那个油啊，酸酸的部分吃起来是什么感觉？吃起来是脆脆、巴里巴里那种感觉。哇塞，超棒！那个皮已经干干了，这种最好了。哎，二号，我们等一下是要用那个铁盘嘛？铁盘。要进烤箱啊？你那个铝箔先帮我放一下。对，我忘了一件事，杏鲍菇也可以在里面一起烤，这么棒！而且杏鲍菇一起烤，它会在里面吸收这个油跟这个肉的香味，哇塞，赞！所以等下杏鲍菇我放一点进去烤，因为那边量还蛮多的。好，来，你那边好的话可以给我了，盘子。好，各位非常快，今天我们调理的时间是相当快速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我们刚才去办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得到很好的启发跟指示。我想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周末效果。气氛赞，各位别忘了，我在两个礼拜前刚从辽国跟马来西亚回来，也上传了很多影片，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 YouTube 搜寻热血阿杰，或者你在奇摩 Google 搜寻热血阿杰，就会有很多新的影片可以看，请大家热烈支持。有很多跟昆虫有关的啦、啊，不管是生态啦、啊、甲虫啦、啊、锹形虫这些，然后还有一些热血上菜系列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来，铁盘来了，非常棒，感谢我们的帮厨二号。哇，我把它夹过来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，油要稍微很冰结。哦，赞赞赞赞，好，赞赞赞赞。灯光师很棒，他帮我们设计了一个灯光。来，等一下，各位，帮厨二号，你来一下。帮厨二号，不，一号，一号。阿兰的，快，你现在先过来，然后你在这边只要先闻这些东西的香味啊，你把这个一片一片排在旁边，看你要排几片。等一下，手借我过。等一下哦，暗暗的没关系哦，我先交代一下。人讲吃吧吃吧，买菜噶刚好。这个这边有八块红萝卜，请你排到周边，然后再挑八个杏鲍菇排到周边。好，现在换帮厨一号上来。帮厨，你可以顺便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。帮厨完都没讲话。我们在排这个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确实的感受到什么审美观。什么叫审美观？就是你在创造的时候，王老师，谢谢王老师，最佳帮厨出现。袁腾，做菜有关的粉专，我也很想啊，可是最近比较忙了，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一个最好的调配，不能一直忙，一直忙，一直忙。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的黄小姐有问。杏鲍菇一起烤，不用先调味。其实我们刚才肉已经调味了，所以杏鲍菇我打算让它吸肉的味道就好，而且有时候原味烤出来更香。豪哥，我们的土豪哥，下次到南部弄个厨房来，我一起玩吧。麒麟老师好，麒麟老师好。哦，蔡毅，还阿狗叔叔叫我哥哥，怎么可以叫我叔叔呢？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帮厨已经把这个盘整个都排好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哇，我赞哦，看起来是不是秀色可餐？这个进去烤箱烤得更棒。来，帮厨二号再拜托你了，吃香。好，过来的是热血上菜时间，我们可以看到该锅子里面剩了很多猪油。那以前老一辈他们在做菜很习惯用猪油，为什么？以前物资缺乏，所以不一定有肉吃，但是如果你用猪油下去炒，一样会有肉香，所以我们就用这猪油把它利用掉，不要浪费。别忘了，热血上菜最重要就是把现有的食材做最好的利用。好，油量要起来，阿兰来救了。杏鲍菇的片段呢？不是杏鲍菇，是那个叫做玫瑰露。这个杏鲍菇等一下做这个肉骨茶，我们就不直播，因为那个要比较久的时间。那下个礼拜我会直播我在马来学到一道很棒的料理，叫低卡虫。
底咖就是台语，丑就是醋。所以呢，各位到时候可以收看，也是一样，大概在5:30-6:00左右，油已经热，很快的。所以我们先把什么？各位有讲过，我喜欢分开调理，所以一边放一点点蒜头，蒜头要爆香。所以这时候重点来了，蒜头爆它的香，好，很棒，哇，香味忙出来。豆干也要爆香，我喜欢豆干稍微炒一下，看到烟就出来了，很棒。好，一点点没弄到没关系，赶快修火一点，有一点要发的感觉了没有？香味很棒，各位，闷鸭肉哎，抽油烟机忘了开，你看都是烟哎，快，不心生哎，忘掉忘情啊。可是记好这个东西呢，酌量不要太多。哦呦，阿鸟味啊！我看我喝一点了。各位，没有米酒，我们用玫瑰露。换不换哦？注意哦！各位，大家要发赞哦。好，这道菜其实非常快。赶快盐巴，盐巴不要多，一点点咸酱就好了。对。马上葱的香味也出来，你看那个火一爆起来，锅也都青了。黄老师翻锅了，黄老师。每个礼拜最期待的就是我们黄玉哲，我们的帮厨二号要帮大家示范怎么翻锅。来，我再放一次，不要忘了，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有没有？快一点就是这样，你不要快，你慢慢来就好。好，来，黄老师上。各位，请看二、哦，好，再来。哦，放低哦，再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哦，对，最后一下漂亮。来，黄老师在旁边看，别走。我踩到豆干了，黄老师好过吗？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有没有每一下都有翻到面？来，再一次，慢一点，不要急，不要抬高，出去回来。对，再一次，好，再来，看到没有？非常棒，晚上没有加菜，谢谢。这道菜呢，其实这样就好了，因为原本想说要放点香油提香味，我觉得不用，一切从简，非常快，没办法再更快。一道色香味俱全，然后又把冰箱的什么食材做一个完整的利用，好香哦，而且还有那玫瑰露的香味，下次不要用米酒，用玫瑰露，保证发卤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。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把冰箱剩余的食材做一个完整的利用。今天呢是青椒、青葱炒肉，不是炒豆干。然后呢，非常简单，而且有趣，颜色又漂亮的一道菜。那另外一道呢，在烤，那个等一下我会在我们这个热血上菜的直播里面，把那一道菜的成品照拍给各位看，还有切成一片一片以后整个的感觉。我相信让大家在对于厨艺的发想能有很多新的见解，因为不见得要怎么弄，只要你开心，想怎么调味，想怎么做，它都会是一道有趣的菜色，而且是跟家人一起同乐。最后我想要请各位别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今年我的星座是好家在森林哥，内举不避亲啊，自己还是要自肥一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然后呢，七月东森幼儿台的好好玩自然也准备首播，我们现在已经紧锣密鼓的在拍摄外景，也请各位喜好生态的朋友们别忘记锁定东森幼儿台的好好玩自然，在每个礼拜六的时间，我会把时间打在我们的粉丝团还有我的脸书上面，大家一定要支持热血阿杰，还有柳丁哥哥霆锋，还有我的好朋友四海游龙崇威老师，别忘记了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的热血上菜到此结束。